近日，网红千不二子发文称已跟林彦俊分手，随后又晒出疑似林彦俊与他人的聊天截图，写道：私底下玩得开又嫖娼这样的人真的值得你们喜欢吗？9月5日，针对千不二子爆林彦俊嫖娼一事，林彦俊工作室发声明称，林彦俊嫖娼是网友编造的不实信息，发布散播诋毁林彦俊的言论已造成名誉侵害，要求网络用户立即删除相关微博，目前已全权委托律师处理此事，对部分情节严重的用户将提起诉讼。